在各类影视剧中，我们看到许多英雄人物拥有刀枪不入的身体，那是何等的酷炫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位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石头男孩，印度的一个小男孩拉姆，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。刚出世的时候，他和正常的婴儿没什么不同，一家人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，然而不幸就这样降临了。在他出生后的几周时间里，拉姆的身体就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，原本幼嫩的皮肤开始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硬的皮肤，刚开始也只是在局部出现。家人带他来到乡镇医院检查，医生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，只是草草的诊断为一般的皮肤病，开了点消炎药就让他们回家了。原本以为在药物的治疗下情况会有所好转，不曾想随着拉姆的长大，这种病蔓延至全身，反而是越来越严重。三岁的时候，拉姆的全身的皮肤变得又黑又硬，如同石头一般。因为拉姆的这种怪病，所有的小孩都不愿意和他玩，当他是个怪物，他只能寂寞地待在屋子里，什么也做不了。